这是20多年前一部史诗般的电视系列节目《话说长江》中的影像。拍摄者将镜头对准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记录下与它有关的神奇自然、厚重人文和长江流域人们的生存状态。上世纪80年代，一个将改变中国人生活的时代正在到来。时代变迁的急促脚步成为《话说长江》中最具历史张力的影像。1983年，《话说长江》播出，产生了一个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当年的报道这样描述：每到星期天的晚上，数百万中国人便坐到电视机前，收看由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系列节目《话说长江》。对于当年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次影像的盛宴。更为重要的是，这条巨大的河流带给他们澎湃的激情和民族自豪感。一个个难忘的画面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时代印记。通过电视荧屏，中国人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流淌了100年、养育了中华民族1000多年的母亲河的真实容颜。这部长达25集的系列节目，来自4000多分钟的电影胶片素材，鲜活画面的背后是历时整整1年的艰辛拍摄。1981年，一代电视人开始了这次盛况空前的拍摄，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两岸。之后，一部在中国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脱颖而出。2004年，距离《话说长江》播出整整20年后，中央电视台《再说长江》摄制组沿着长江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拍摄。这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某种意义上，这是跨越不同时空的同一次记录。20年，历史中的短暂一瞬，而对于世纪之交的长江，却充满沧海桑田的意味。它的背后是一个巨变的中国。20多年前留下的画面中，长江上这些险峻的峡谷令人想到古诗中关于蜀道的描述。峡谷居民搏命般的水上生活，带着远古的血性和豪气。而在流域的另一些隔断中，富于现代色彩的水利工程已初露端倪。上个世纪80年代，长江边的城市中已出现这些规模巨大的楼群，时尚开始成为大多数人的新鲜话题。这些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动。来自20多年前的面孔、表情和动态，让我们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同时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20年。从2004年起，《再说长江》摄制组开始多方寻找当年镜头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凝聚着20年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变迁的历史。
1982年，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竣工了，人们用罕见的隆重庆祝桥梁的落成。这一年，重庆孩子李希11岁，居住在新大桥旁边的他，成为桥上的第一个晨跑者。23年后，李希和家人仍然居住在长江边，在桥上晨跑的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不同的是，这已是重庆无数新大桥中的一座。今天，重庆的跨江桥梁的数量已超过长江流域几个大城市桥梁数量的总和，它们纵横南北，依山就水，连接出一个巨大的都市。23年后，这个长江上游的城市已是中国最新的直辖市，如同当地传统戏剧中的绝技一样，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今天的重庆是另外三个中国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重庆版图的翻新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影像展示出这个城市魔幻般脱胎换骨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城市，布满时间疮痕，饱含生长能量。20年间的突变已超出了重庆人想象力的极限。20年，在整个长江流域，对于居住在不同城市和乡村的许多人来说，生活的奇迹都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100多年前留下的西式建筑和欧陆情调背后，城市的脊梁和肢体飞速延伸，血脉奔张。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在今天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速度刺激了上海人的灵感，现在这仍是他们遵从的法则。20年，速度带来一座城市沧海桑田的诗意。上溯到6000-7000年前，今天上海所在的地域还是茫茫大海。数千年间，长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长江流域这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这是上海最初的历史，现在历史仍在长江与大海的交合中衍生。这个由长江的泥沙堆积孕育的中国第三大岛屿，仍在以每年新增20000亩土地的速度增长。这些伸向大海的湿地，仿佛是长江生生不息的象征。
在距离大海6000多公里外的地方，长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它的个性，仿佛从天而坠，狂野的水流带着出生的血性和莽撞，劈开山脉和峡谷，一路浩荡东去。今天，以我们短暂的生命，仍可关照这条亿万年的大河，长江流域这些亘古造化的自然奇观，有着长江脱胎临界过程中所有的生命迹象。许多证据表明，200多万年前，人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里。在孕育万物和人类的过程中，长江仍以各种方式呈现它最新的生命状态，周而复始，昼夜朝夕，如同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降临。上个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两岸，许多人正在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作为新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代，80年代却充满最原生的活力和状态，有着和这些孩子一般的天真和生动。此时，不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们的时代，一种富于能量的生活正在来临。那时，在长江两岸的许多地方，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不同的事，一些重大事件成为长江历史中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长江三峡的西岭峡外，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被记录下来。这一年，人们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葛洲坝。1、2、3，茄子！往这儿看啊！20多年后，在距离葛洲坝不远的长江三峡中，人们开始告别即将被淹没的家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正在这里进行，多达100余万的移民们将要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水历史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三峡大坝。这座大坝给长江带来的不仅是山河巨变，更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长江历史上最为宏大的文明壮举，带来中国人对长江文明源流的进一步探寻。13年前，随着大坝的动工，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也出现在三峡库区600多公里长的河段中。这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物与长江流域的众多考古发现默默呼应，成为古老长江神秘拼图中的重要环节。当我们可以像飞鸟一样俯瞰长江和它怀抱中的神奇山川、广袤大地时，脚下的许多时空密码仍是陌生而未知的。我们为何生活在这里？很久以来，即使是这样的问题，也充满层层疑惑。一些来自地下的偶然发现，使我们对长江的过去满怀好奇和虔诚之心。一个世纪以来，好奇心和敬意带来考古学家对长江流域的一次次考古发掘。
依据近20多年来石破天惊的发现，我们已经可以把大河上的人类生息故事回溯到2000年、3000年，直到遥远的7000年前。相对于黄河而言，长江的先民也创造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辉煌文明。在另一些时间里，他们曾这样生活。这些男人和女人曾经种植和收获过中国乃至亚洲最早的稻谷。最简单的原始材料被用于修造无以伦比的水利工程。青铜器和彩陶美玉来自他们的主人对宗教的狂热和对精密工艺技术的掌握。山川日月，鱼蛇走兽，使这些人的疑问充满想象力，信仰变得空灵而富于艺术精神。在河流的另一些地方，匠师们醉心于一种仪式般的体验，用清水和粮食酿出可以燃烧的液体。宗教、哲学、艺术、生活、战争、生存，这一切链接出长江先民曾被埋在土地下的一个个记忆片段。不少古老奇迹和生活仍然停留和流动在我们身边，它们同来自黑暗中的祖先秘密，连缀着长江流域惊天动地的文明史。追溯使人相信，这条哺育自然万物的大江，也曾作为古老中国的文明之源而存在。汹涌狂暴，或静流如歌。多少年来，长江有着它截然不同的状态和表情，但在它的种种表象背后，却是无限的生机。和世界上的许多文明大河一样，长江在带来洪水和泥沙的同时，也带来肥沃的土地。此后，田野上的牧歌年复一年。我们追寻长江孕育万物和文明之谜，这来自它那天造地设般的生命系统。像人体的经脉与脏器，对于长江，它们是纵横交错的支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与长江连接的湖泊包括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和洪泽湖。湖泊像肺叶一样，通过经脉般的河流自如吞吐、存储、消长着长江的水。这是多达700余条的支流，江湖相通和支流汇集的地方，产生出最早的鱼米之乡和人类居所。居所日渐扩大，如同长江繁复的水系，不同的种族开始聚集，形成集镇、城市
和国家，戏剧般的历史开始演绎。在已经过去的漫长时光中，长江两岸平畴绿野，男耕女织，渔歌翻影，北往南来。1982年，话说长江摄制组在长江下游拍摄下这条古老的运河，运河中的繁忙景象使人依稀看到被长江水浸润的那些古老故事。20多年后，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正在进行，工程的东路干渠将沿用运河的故道修建，古运河再获新生。南水北调工程三条线路的水源来自长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这是人类水利史上的壮举。从此长江开始浸润着中国南北。然而在过去的千百年中，长江从未泄露天机，人们膜拜着这些仿佛来自天外的水，渗透于他们周而复始的生存历史，而它的来源却一直被蒙上浓重的神秘色彩。为了寻找长江的来龙去脉，中国人在长江沿线默默探索了2000多年。1983年，亿万中国人从话说长江的影像中看到了悬念千古的长江源头。在此之前的1976年，中国科学家首次到达格拉丹东雪山的巨大冰川中，一条大江的身世方才水落石出。1976年的发现使长江的长度第一次得到确认。数年后，通过话说长江，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这条长达6380公里的大河带来的心灵震撼。横贯中国的长江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河。20多年前，曾创造中国电视收视奇迹的系列节目《话说长江》，将拍摄的脚步停留在长江的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边。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别看黄浦江比长江上游的任何一条支流，这是《话说长江》中的部分影像。除了真实的感叹，主持人还在20年前的时空中想象着长江的将来。最喧闹的一条支流，也是最富有的一条支流。20年前的那次记录，同时成为长江和中国影像历史上的重要标志。运用当时先进的胶片摄影机，拍摄者第一次为这条大河留下了有史以来最为详实和完整的珍贵影像。这是历史中的瞬间，却是唯一的瞬间。数字成为这个瞬间最有力的表达方式。海拔5800米，行程半个中国，历时730余天，记录影像55000分钟。2004年8月1日，这是最初的数字。这一天，中央电视台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长江探源拍摄活动。
这只是为长江举行的最初仪式，此后万里行程成为心灵的膜拜。运用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高清影像设备，我们的视线穿越时间和大地，掠过城市和乡村，随浩荡江水，惊涛裂岸，水滴石穿。这是从一滴水开始的朝圣，正是这一滴水，开始了一条大江和我们的生命历程。